我最后你们是不灵性双人啊。你讲话好冷哦，爸爸。场地都这么冷了、啊。那我看看哦，最后时间我刚刚讲，那我们两队两队独战好了。好、哦、，OK。好刺激哦！好憨，好憨。等一下哦。哈基不是有随机分队吗？嗯，有啊，可以抽。哦，红色。这是具体化，懂不懂？就是抽的那感觉，你要那个 feel。对啊，就抽卡就一样啊，你要慢慢刮，慢慢刮出来 SSR 哦。对啊。七月。蓝色。我们刚刚烧那个石头烧到消失，蓝色剩一个了。妹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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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色，剩下都红色。我看到红了，妹子队你们真的哎。我要加起来是不是？加起来，几月影月差不多啦。我要跟妈妈一对了，月月了。我今天都摆脱不了尤里克，没办法，说的好像不甘不愿，但你们刚刚赢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然后这边又是双江啊，尤里克，对啊，尤里克真是内鬼。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没有跟另外两江同队过，好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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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来喽，红色下喽，独占哦。两队，两队，加油！我们一人负责一个物品就可以了，跟他们拼了。好，先跟杰克说抱歉，刚太饿了，偷了你的马铃薯。我想很棒，丢在地板上直接丢在那里，哎，我想给你，然后你就给我整锅单端走。地板的，还在考虑给我整？你食物给人家丢地板啊？他当然是拿活的。你抢太快，我本来想拿一个，但是我先来看一下哦。好，多关闪传言。灯笼也要，灯笼也要铁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个铁就灯笼要铁，然后火把。蛋那通常要等蛮久的，哎，这个好难啊。生兔肉。抛光闪传言，我可以去挖。独占啊，独占。独占，对，独占哦。看到什么？苹果。闪传言。苹果，苹果，感觉跟你们基本上。先赌一把，嗯，你们抢苹果，我抢那个裂纹砖。你们三个女生抢苹果，然后你抢裂纹砖，那我抢那个闪藏抛光闪藏。好，好，我们拿去做。那我顺便去找那个抛光闪藏好了，因为不一定会遇到。好，然后那你们找完就可以到处逛吧，那个向日葵。到处逛吧。兔肉，向日葵兔肉。兔肉。蒲公。就要兔肉。鸡蛋。鸡找到可能它通常生蛋都蛮久的，对，嗯，然后拔也是要村庄，在哪里？哦，这个地形，白桦木，有牛，有牛跟马，哎，皮革裤，那跑一跑，杰克去找闪苍蝇，我去打牛，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们专注苹果，对，你们直接去苹果那，专注，南瓜需要吗？好像没有南瓜，没有南瓜派，没有南瓜。那牛好像就只有那一小区。甘蔗。那七个牛。哎、欸，苹果，苹果，打树叶，打树叶。嗯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只牛。哎、欸。有了。请给我抛闪藏眼，谢谢。我马的皮革好多，好碎哦！啊、没有被他们拿了。啊哦，找不到。哎，他们好快。苹果又输了、啊，找地表，找地表了。啊、好扯。皮革我有希望，皮革我有希望。好、啊。给个木，再一个。需要羽毛，我好像可以用。皮革什么裤子有？有做了。铜。阿杰没声音。喂。
有。接下来需要铁，要铁。地表你们也可以看看有没有那个向日葵跟村庄啦，村庄也需要。稍微奔跑一下，铜应该可以马上做出来吧？阿乔，你那边还有那个吗？你还有皮革吗？剩一个而已，你要什么？欸、我要做书，我要做，我要做书。好好，给你。OK， 对。冲高炉、啊。你应该有铁，有我有铁。我需要五个铁。羽毛笔是还要再一根羽毛，是不是？羽毛墨囊。对。什么？羽毛墨囊、羽毛书。哦，对。我需要一个羽毛，有没有看到可爱的鸡？鸡还要等它下蛋。对啊，没有还有羽毛，我不要大蛋。我刚捏了。可是我们有需要蛋。欸、应该有两个。下一次会更好。有人有铁吗？我需要有这边很丰富，要挖一些。出个羽毛笔碎。对，我不是对，是对面。对面，你这里。哎，我铁怎么不见一个了？这里吗？哎呦，我去做那个铁厨。我前面有村庄。哦，你是鬼吧？那我 ，OK， 把你们带到铁这边，我要先过去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他们已经在村庄啦。啊！酷啊！我在找。有铁厨，我做了。好。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再去抢。主要要那个。书柜。还有那个、哦、把要那个甘草捆，看看甘草捆。青金石石镐可以吧？可以。所以，那、啊、他们哎、欸、有了，青金石被挖过了。对。有机会可以再。洗鞋一空了。他们好快。哇。有线跟我说，我需要线。啊。啊。我抢高炉。抱歉。你抢高炉，哦，所以。我这边还有更多铁铁，还有什么吗？第一排绿宝石。那个灯笼呢？灯笼怎么没中？灯笼。绿宝石赶快抢哦！他们奔订购了。绿宝，哎、欸，交易商人，你们村庄，什么树干？有没有树干？有没有原木？有铁镐吗？有铁镐吗？我那个煤炭，我一个煤炭。我这里有那个绿宝石。没有，我铁跟七跟你一个。我这有绿宝石，可以直接挖。哎、啊，你要什么？我直接挖。铁镐。哈基有吧？哈基。我铁镐有。啊，那你一直传到他。火把，我要火把。后面，还是卡了吗？完了。羽毛还有缺吗？没了。灯笼我做。啊，所以。对，碎。哦，碎。哦。断了。差点。我一下去，我就看到绿宝石，我直接叫你们来挖的。还有那个陷阱的那个要什么？半仙沟。哦，要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做了。做了。请问。蛋只能等它生吗？对，蛋只能等它生。我有胡萝卜，我有胡萝卜。线，胡萝卜掉干。胡萝卜掉干。我们也需要线那个中间半线钩。嗯，我附近有怪声，我去找看有没有地洞。半线钩被做了，半线钩被做了。没有，他弩，十字弩。你要弩是不是？对。他们半线钩做了，但没有，应该也没有线。啊，我找到紫水晶洞，但没有用。欸、有听到蜘蛛声吗？哈基，我们这个洞跟巴巴同一个哎、欸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弓跟骨头都有了。哦，有人需要废弃地狱门吗？有没有线？有没有线？我没线，没线。我这边地洞，我去找有没有蜘蛛。我缺线。哈基有缺线。不是那个缺陷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包容的。我这个地洞很大，但可能就要等怪声，看要不要再有一个人来。我这边还有一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村庄，可以躲一下。好大，我去底下看看好了。好，我看到小麦，但没有有甘草粉吗？我们有，要小麦，谢谢我的甘草粉。我到鸡蛋了。不是，我刚刚被捉了，我要去打他。对，你打他。然后，红石我底下有，哈基要来挖红石吗？好，哈基传我。我传不到雪姨那边去。传我要小心哦。我拿到线了。拿到线，线还需要几个？我这边等一下还有蜘蛛。弩，要做弩。
靶是要用什么、啊？这一个线而已。靶是红石加甘草捆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对，靶是红石甘草捆，要甘草捆。一个甘草捆吗？啊，被做了。靶做了，啊、被做走了。我的蜘蛛不会掉线，红石中继器，所以我做的，做的，做我做的。地形我找的。你后面有蜘蛛，你后面有蜘蛛的大姐，我到，我帮你打，我帮你打，我后面一堆僵尸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啊，你们打，你们打。没有，那僵尸我都没打过，你小心。我记得我在你前面丢三个线。好，我这边还有一个线，应该够了吧？你只知道那个弩是吗？对，十字弩，那你去做。附近怪我们打。地表可能还要找一下、哦、兔子，要考要那个兔子。好好好，嗯，可以。还有什么？向日葵。这就是地表组的、啊。然后跟钻石锄头，所以这边有机会，他自己钻石有两颗，有两颗。这里有一颗，跟那里有一颗。苦力怕这了，有听到吗？嘣。这里是哦，你那里有吗？两颗，少一颗，这里我头上有。那个是石化珊瑚吗？对对，合成胎会做给你。史莱姆球，这台你放哪里？放哪里？头上，抬头。亮灶台，尊庄有亮灶台吗？我没有木头，有没有木棍？我看一下，注意到有两个木棍，刚好。我已经离开了。没事，我在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骨头有了，玉找。好像剩下的地表经验瓶打谁会有啊？哎，要找箱子，找箱子才有的。那边有放在交易废弃的那个矿坑箱子会有吗？哎，我不确定。啊，阿钱，你们其他人要不要都在地表？你们全部都在地表、嗯、去找。我要去了，我在地表了。这种经验瓶箱子会不会有？会，这边有这边。那我酿造台那个柱史莱姆那个是不是也要需要一个史莱姆球？肚子饿了。什么史莱姆需要史莱姆球？我们要史莱姆球啊！那个药水，药水，经验瓶不能做出来吧？那经验瓶呢？不是，你说柱子药水那个什么？那个没办法，那个没办法。哦，那就好。我去废弃那边去玩。好，你们就地表找向日葵、兔子。好，这两个海边如果有那个啦，热带海洋的话就可以找杉木、白桦、珊瑚。啊，就我们头上是那个啊，废弃的那个，可以拼。他们说会有。拼箱子，现在双方好像将近平手、哦，而且三，紧张，刺激子，嗯，触击，兔子应该找一下沙漠地就可以了。啊，现在才看到鸡，可恶。那鸡干嘛？没有啊，前面有那个苏汉羽毛笔，现在不用了。现在不用了。哦，有啊，那时候看到已经做完了。我有机会找到沼泽，也可以看史莱姆。哎、欸，沼泽，史莱姆，哦、史莱姆不一定会有。嗯，那个了，东西撑不进去。我的箱子，我找到箱子，让我开。哎、欸，你那边有沉船哎、欸，你可以看沉船有什么。对啊，我在看，是不是开沉船的瞬间，他在判定那个钻石，没有别的。可是沉船的箱子，他是埋在里面的吗？兔子，我们需要找兔子。有，我在很努力的找兔子。你朋友在哪？我还在找，我努力叫他出来了，他就不出来。有吗？你有找到箱子？没有，我直接去沼泽看一下。啊，我向日葵好像在那种比较一般的草地嘛，平地，对，平地地形可以找平地地形。草夹子一定可以。Lime， 他直接找。如果是草夹子，他一定做得到。Lime，
所以，三五九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史莱姆，那像一样地表，光头，光头，向日葵，光头有人要跑兔肉，一个人跑空投，看你们位置。地表有人离空投近吗？没有，也可以死过去。一段距离。哈基，我换命好吗？你拿我这边，好好好，我想换命。好，刚刚走出去，你后面。